猜呢個咯，睇呢有冇機會啦。我猜呢度八頁，你點知個成先？可能喺呢度會出現咧，好多豬盾喎，但係紫色嘅。紫色的豬盾，不是 SP。一切都如我所願。SP 諸葛亮，錯曬，錯曬，錯曬。哎，中咗啊！意唔意外？开唔开心啊？啊！质查出我嘅第一只出质而朱俊二铺，我头先抽咗100,000，系因为我开方刷战法点啊，抽唔中，而家终于抽到，仲有一次。啲人通常呢一个咧唔抽噶，因为佢知道咧，通常系十抽保底啊嘛，跟住出咗铲之后咧，嗰一只通常。嗰一兩隻都唔抽噶啦，但系我見好似好好運咁樣，睇下想連出兩次鏟都唔得。好，我嘅第一隻豬盾就咁獲得啦。